一位学徒问他的师傅，用什么工具我也成为师傅？什么工具？那只是一块砖而已。你的刀刃比你的头脑更锋利，你就什么都不是，一无是处。来看这个。闯祸！我教教你什么是实现锋利的拼搏之路。你能像荷花那样无拘于吗？如果你的肩膀断，我就看到了希望。在风雨中成长，在阳光下绽放。现在就开始吧。